下对面站。向上问讯。向上，在，起，在，起。
坐下。Oh.
Amen.
手脚啊稍微活动一下啊，脸部啊按摩按摩。诸位同修啊，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今天我们佛期第二天啊，现在是啊最后一支香啊，等一下啊，我们回向。念愿离此功德啊，庄严佛净土啊，最后一支香啊，回向即是念念愿离此功德啊。那么接着就三皈依。那么一般佛期当中啊，啊还有警重记啊，啊我们也。常常参加过佛期啊，那这个警重记啊，是佛门网课啊，啊都会念这一所记啊，四日已过，命亦随减啊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啊？大众。当勤精进，如旧陀然，但念无常，慎勿放逸。那么这一首警重记啊，是佛门啊晚课啊，在中国佛教寺院道场晚课啊，都有念这一首警重记。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，特别我们念佛人啊是要求生净土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啊提起这个无常观啊，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啊自然就能看破放下啊，这个观啊就是看破啊，我们真正啊，这个观想成就了，啊，这个自然啊，我们就放下，啊，丝毫啊不勉强，啊，所以这首偈啊，它就提醒我们观这个无常的，啊，要深入的去观察，啊，人生无常，啊，我们看到别人。啊，往生了啊，那就是在提醒我们了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们也会跟他一样往生了啊。那么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呢？啊，这是最大的问题啊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六道里面。那么六道啊，三恶道就不好了，啊，三善道比较好，啊，三善道虽然好啊，总是没有出六道，上上下下，啊，在六道生死轮回，
实在讲啊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啊，这个佛在经上啊，都有给我们开示过，啊，因为呢，啊，我们在六道里面呢，造恶业机会多，力量大；修善业的机会少，啊，力量啊比较小，啊，因此啊，恶业造多了，造得大了，啊，那堕三恶道机会就很多了，啊，也很苦，啊，升三善道的时间呢，啊，很短暂，啊，这是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真相。因此，佛劝我们啊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就一生成佛了，啊，不但脱离六道啊，同时也脱离十法界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个世界啊无比的殊胜，啊，我们凡夫只要居足信愿念佛啊，没有一个不能往生，个个都能往生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天过去了啊，就要想到啊，好像那个水啊里面的鱼啊，每一天啊给它舀一瓢啊，那个水缸啊一天一天的水减少了啊，那么到最后啊水没有了，鱼就活不了啊，我们的生命啊就像那个水缸的鱼一样啊，过一天啊就好像把那个水舀一点点起来，过一天又舀一点起来，啊，越来越少，啊，接近这个死亡啊，时间越来越逼近了，啊，我们要提高警觉，啊，万念放下，提起一句佛号，啊，这句佛号能够引导我们到西方去做佛。好，我们起来回向啊，听维诺大庆啊，大家再站起来啊，我们明天见。Yeah.
Thank you.
师，诸位同修，佛期第二天到此圆满，大众念佛出班。恭送维诺乐众法师。阿弥陀佛。